青年委员会赠送了6枚的首发抗议邮票。那现在呢，我们有请到的是华裔青年同学会执行会长刘月及理事啊，为我们温子豪主席赠送6枚首发抗议邮票。那么也有请呢温子豪主席来到我们台前接受邮票。谢谢，非常感谢今天能参加这次活动。我们呢是华裔青年同学会，在7月1号今年刚刚成立，所以呢我们非常的高兴能看到我们的兄弟的这个 Association 办的这么好的一个活动。我们下周一呢回去肯定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讨论和这个学习的一个过程。然后呢感谢大家对我们华裔青年还有包括咱们加拿大 Canadian Youth Association 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然后呢去帮助到更多的在加拿大的华裔的一些青年，我们会加油。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Hope we can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invite you to come to the stage and, you know, have an event like this in the future. Okay, thank you so much.